2-0， 特工队目前领先，给到篮下这一球配合的漂亮啊！阿巴西上篮得分，目前特工14个篮板，10到10个篮板，阿巴西杀进去反手上篮，这个速度的爆发力展现。 进攻时间剩下6秒， 艾夫伯外线拔起来出手，美进 in and out， 金恩的篮板给到林伟汉，哇，完全的空掉了，阿巴西外线进，跳投没进，艾夫伯的篮板，艾夫伯抓下篮板，一个 leading pass， 结果被抄走了，回过来金恩跟阿巴西空中接力，哇哦！ 还是特工的球，这是云豹这节第2个团犯而已。阿巴西，因为曾品富采取勾射得分。两分阿巴西，林伟汉给到阿巴西在篮下抛投得分，又是一个助攻。阿巴西。